请注意，请听题，请唱出五首含有 A A B B 式歌词的歌曲。就比如说歌词里面唱到走走停停，这完全是根据电影的名字来想的。来来来，明明白白我的心，明明白白，这个可以解了。明明白白我的心，准备，来来开始。他们来，他们来。你这个秦小姐，你放水太严重了，好不好？来来，圆圆来。明明白白我的心，得了一分的好感情。回答错误，真感情，不是好感情。来，我真是，我真是只给一句都不够。来，圈圈圆圆，圈圈。啊，对的。老齐，这肯定对，我跟你说，你就听吧，你听一个，你就唱吧。Yo baby go come on， 他在哪里啊？Yo baby， 不对吗？不对 ，A A B B baby， 我有口音，你走。你尊重一下胡歌，胡歌到现在都还没有开麦。下一轮，下一轮，来到你们了，来。那我把刚刚那个唱对就可以了。可以再唱，可以再唱，唱对就行。明明白白我的心，渴望一份真感情。对了，来下一个，来。圈圈圆圆圈圈，天天年年天天的我，深深看你的脸。对的，来汉语，全给我唱完了，我怎么办？情人总分分合合，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。可以，来。没有，我想。风风火火唱，风风火火唱九州。大河向东流，天天的心意才美的哇！呀呀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！嘿，闯九州啊！虽然歌词没有连到一起，但是也算是唱对了两句。好，到圆圆来。来，姐给个机会，姐，我知道了，我为最好了。姐给个机会，三，姐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。嘿嘿嘿，你耳哟。那什么？哎嘿嘿，你耳哟。刚唱过了，来下一组，来。谢谢姐。哎呀，圆圆给你们机会了，来，给我们机会了啊！轻轻柔柔的想念，在贪恋的季节。好，第一首。圈圈圆圈圈，天天天天天天的我，深深。第二首，好漂亮，来。歌手唱哪个？浩哥，你先唱。慌慌张张，匆匆忙忙，为何生活总是这样？好，三首了。他们唱我也能唱。当然可以唱。明明白白我的心，要两句，再来一句，把后面那句唱完。渴望一份真感情。渴望一份真感情。好好，最后一首，来，老齐最后一首。情人总分分合合。可是我却越爱越深。回答正确。谢谢姐，我要离开了。好，来吧，现在大家放下泳圈，请圆圆做选择。好，换谁？我现在觉得吴泽林他们好。杨导，听你的。感觉还吴泽林他曲库还多。好，胡歌、吴泽林，请加入导演组。全是个混子。看出来了，每一把都在学，现学歌。大头儿子小头爸爸，大头儿子小头爸爸。胡哥哥，你先来。老胡，要不你先唱《大头儿子小头爸爸》。这把重任在我们俩身上了，感觉到了吗？感受到了。咱们快起来了，别太快吧，快起来。哇，刚才太快了，停不下来，太夸张了。别太快，求求了，我求求了。别太快。这样，我们还是到时候旋转着过去，好吧？行，就咱走。对，行。准备，开始。旋转着过去，好吧？走，别走。你看他们。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。走过了。让他们去。导演喜欢稳重的。我发现了，是高瀚宇。
是的，是他的问题吧？是你的问题。高瀚宇不太能够刹车。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。走过了。我就感觉到了一种不可抗力。还有江烟琪。哦。你感觉上没有？还感觉？我真的没有。好，今天要上一部电影叫做《走走停停》，请各位听下一题。请唱出五首歌词中包含走个不停的物品的歌曲。走，什么东西是走个不停的？永动机是。什么叫走个不停是什么？时间还钟。时间钟。时间好、啊。时间都时间也去哪儿了？好。时间都去哪儿了？你们赶紧想下一个，你们想下一个那个。拖延时间，时间都去哪儿了？快想快想，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。他知道怎么唱，他在帮你们争取时间。我们也想好了一个了，来想好了，来老来。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北斗啊。对，大河不停流。对，好，走个不停。好，高瀚宇来。他们应该赢了。哇哇哇！让我看到你双手对抗地心引力，一起翻转地球。哎，地球是在不停的自转的。穿梭时间的画面的钟。好，可以。哦，这首歌好听。月亮之上，我在遥望，我在遥望，我在遥望。嘿，月亮之上。回答正确。发现了吗？是我，我是小何老师。你发现没有？谁跟导演组谁输？发现了吗？不一定。哪组赢了吗？你说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导演怎么了？我们这次演一把，又要换人了。好像我觉得最好的是我俩走。等一下，我走。他们在讨论谁想的更多。我们三个还是我想出来的。你们哪三个？你们总共两个人。月亮是你想的吗？都是我们想的。跟你们有关系吗？跟你们没关系。时间都是你想的。好，现在来，你们经过一番讨论，我们想了三首，都是我们想的。他们在乱说，有回报。这两组我们刚刚都合作过，你感觉刚刚跟我们在一块的时候，哪一组提醒的更多？好，要选谁呢？哪组最积极？首先我们不能换，对不对？这么不想要我们？这么不想要我们？可以换。不是，不能不换。首先是我们必须得换。对，因为你们输了，必须得换。杨导，你觉得呢？感觉是，好像是小丁他们更多吧，题，对不对？你换过去试试，再试一次。对，再试一次。你会后悔的，你会后大悔的。不会后悔，因为我们到现在没有赢过一次。导演组怎么了？最难的一题来了。我们走路啊，走路要有那种散步的感觉。我哥是不是就差一分？你哥现在只差一分。哥哥加油，这把赢了还有机会。报应。好，来准备啊，开始。所以没有压很快了。不，让他们先。这么快就累了？因为听说这题特别难。想让对方先打，来。到了必须得往前走。我们马上就要到前面了。导演，你看你们的人多不靠谱，都不敢上，没有担当。哎，搞不好这题超简单的，他们就赢了。好好考虑一下。有可能我觉得难，但你们觉得超简单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一题呢依然跟走走停停有关系，我们是一道地理题，请听。请唱出五首歌词中包含有地名的歌曲。这么简单？括号地理位置需从北到南。从北到南，先从北开始唱起。你先开始。泰国、新加坡、印度尼西亚。北什么？我的家在东北。我的家在东北，松花江上啊。非常好。北京，非常好。妍妍。
北京欢迎你，为你开天辟地。好，往南走了啊，来下面。我唱哪个？到重庆吗？重庆什么歌？先唱四川戏吗？重庆，我不会唱。往南走了啊，来下面，来快快快，唱成都，快一个来快。重庆，一个来。重庆城，重庆，重庆城，红衣的魂，风度江边过鬼门。好，重庆，好到你了，这个可以可以。四川人的热情麻辣烫，好来最后一首啊，我知道了。泰国印，泰国印，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热乌茶印尼就桑塔，嘿，导演组获胜。我都不多了，我都被感动了，厉害厉害厉害，我终于赢一回了。我们挑战已经结束了，获得第一名的就是秦霄贤，也感谢他的助力人丁程鑫。